主席、市长还有市府的同仁们，大家辛苦了哈，两天也是蛮累的。首先，我的施政报告质询，我想市长，我的题目前面有很多议员都问过了，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好，而且做好功课，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具体的承诺？市长可以答应我吗？可以，议员请说。好，下一页，市长，你知道你上任以来市民朋友最关注的市政议题是什么吗？都更、交通、社宅、教育。是，我想市民朋友关注的议题非常非常多，但是下一页。媒体做的民调，市民朋友最关心的是社会住宅。那社会住宅这一题，我相信很多议员都问过你，不管昨天或是今天，但这一题是你始终给不出具体承诺的一题，所以我今天要再问你一次。市政报告第二天了，请问蒋市长，社会住宅你是盖还是不盖？我们会持续的来新建社会住宅。所以市长，你承诺你会盖了吗？我们会持续的来新建社会住宅。我当然知道市长一定会盖社会住宅嘛，因为现在就有10,000户正在开工中的社会住宅。那我具体一点问好了，蒋万安市长，请问你会不会规划属于你自己的基地？你找到基地来盖社会住宅，开工日期跟完工日期定了没有？我们各局是都在盘点，也一定会尽最大的力来找到适合地点新建社会住宅。是，所以你会朝你自己要盖社会住宅这个方向前进吗？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你会盖社会住宅？因为我们设定的目标当然要朝这方向。市长，你就勇敢的说出来就好。对啊，我们当然会要朝这个方向盘点到适合的地方，就一定会来盖社会住宅。好，那下一页，市长，你在2023年的3月15号的这一天，媒体朋友都有写说你要朝向8年50,0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的方向来前进。请问8年50,000户的这个目标有包含20,000多户柯市长规划跟完工的社会住宅吗？目前已经完工的有6,520户，那已经是50,000户里面有没有包含20,000多是柯市长规划跟完工的社会住宅？这当中就是在既有基础，我们持续往这个目标前进。所以包含市长的20,000户嘛，柯市长的20,000多户。那既然市长有这些目标，你也有这个方向，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些具体的做法。好，下一页。我想问蒋市府的社会住宅在哪里哦？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表，这个表是市长在3月21号开的记者会里面武力全开的记者会最后一页写到社会住宅你的思考跟你的方向。本府跟中央可以提供的是35,000户，包含26,000多户是柯市长新建的、柯市长规划的，以及8,400多户是中央可能会新办的。中央当然现在在台北市遇到非常的多的问题，如果顺利的话，当然可以在台北盖到8,400多户的社宅。那如果以我们整体目标社会住宅占5%来看，4.8万户应该是台北市的目标。所以下面的三个多元取得的手段，也就是市长在施政报告里面提到的三个精进措施，请问市长分别要拿多少户完成的期程是什么时候？我们目标当然是住宅存量的5%，我们会朝50,000户，大概4.8万到5万户前进。另外，我想在既有的基础，不管是柯市长任内，或者从郝市长任内在规划新建的社宅，我想我们都会努力的持续来新建社会住宅，透过多元的管道。是，市长，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三个管道你各要目标是多少？我们透过都市更新提高诱因，来增加容积奖励。第二，我们透过都市计划来修管土管法。是，我知道这三个方法，只是这三个方法各要拿多少户？目标就是在这边嘛，我们当然是尽全力。当然，目标在这边，但目标在这边，数字也在这边。那三个目标要完成什么时候？三个目标加起来大概要多少户？我想我替市长来解答一下。下一页，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三个目标4.8万户扣掉上面的35,000多户，下面预估要1.3万户。但是我刚刚问市长，三个方法你答不出具体的户数，也没有期程，也没有目标，就好像你考试没有目标一样，这样怎么答得到？市长可以回答一下吗？我们请督发局来回答。三个目标怎么可能达得到？4年之内要拿1.3万户吗？是，报告议座，其实我想您也非常的了解这个问题。那么在柯市府的任内，其实我们已经把大部分的公有土地都已经盘点完了。我当然知道社会住宅要找到基地非常非常困难，局长，这是我的时间。我当然知道要找到基地非常困难，但是多元的取得手段同时要继续做。但是这些方法都在依靠别人，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想要想到方法，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数量，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期程，至今都没有规划。市长，这样不会觉得很夸张吗？社会住宅这么大的议题，
议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跟议员交换意见，我们除了要追求这个目标量以外，质也很重要。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议员很关心我们一些社宅在业务的过程发生很多的瑕疵，你现在手上开工跟剪彩的规划的社会住宅都是柯市长。第一个，我们请民间第三方业务，第二个一个月的鉴赏期。市长，我具体诉求，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把社会住宅的数量跟目标明确的定出来。我希望我在总质询再问一次的时候，市长你可以明确的跟我说，你八年、四年要盖多少户？我希望不管是你手上应该要规划的基地，或者是多元取得的手段，我希望你都可以定出明确的目标，在总质询之前，在总质询的时候给我一个答案。最后，我希望你把 EOD 这三个字纳入社会住宅的方案之一。在你的施政报告里面，我完全没有看到 EOD。市长，你记得这本书吗？这是社会住宅精进手册，这是柯市长卸任之前他要交给你的。市长，你在选举的时候说台北空转停滞了八年。好，市长规划社会住宅，柯文哲规划社会住宅，而且也完工了。市长不要掉棒，社会住宅可不可以继续盖？因为我们都在积极的盘点，三个月内局处非常努力。好，市长，我不占用同仁的时间了。如果太严苛的要求，我想打击市府的士气并不好。